5月份买的，然后它现在的话就是跑烟，跑烟的话我们看了一下，就是它这个烟道进烟口的话太窄了，它只有一半的大小了，它这个实际的烟口，所以它这两边的话就一直跑烟跑出去，稍微炒个青菜啊或者什么的，就整个房子都是烟了。陈先生介绍，他在闲鱼上做露营用品的生意，所以就在闲鱼上找了一个经销商，买了两套老板静息变频聪明油烟机和灶具，分别是去年5月份和9月份下的单，每套3800元左右。他说，或是天猫老板官方旗舰店发出的，官方旗舰店客服在后台查出了他的购买信息。前不久，他们搬进新房，装了去年5月份买的这台，用了不到一周，发现问题后，他们找了维修师傅。他们叫维修师傅上门来，上门他说来看看嘛，他说这个歇业都好的，他还把我们这个锅拿到这个中间来，那中间那是肯定好的了，因为我们跑业是旁边跑的了，那没办法，在我老公说，要么你给我们降点低，他说可以的，降低以后让我们再试试，试了还是不行。陈先生的母亲现场烧了一锅水，打开油烟机后，能看到有部分水汽从侧面往上跑。陈先生觉得这台油烟机吸力是没问题的，不过侧面跑烟情况实在有点严重，希望能把两台机器退货，或者加价换一台不会跑烟的油烟机。陈先生说，维修师傅已经上门三次，都表示油烟机运转是正常的。现在可以，肯定可以开的，我上次跟你说可以退机，可以换机的呀。可以退，可以换。然后他厂家嘛跟我说，你这边是一直说是正常的，他没办法来给我维修啊，或者更换什么。可以开的呀，现在可以开给你们，你们可以找那个售，就是那个卖家可以退货。你这是网上买的呀，你这个机子啊？对，他天猫直接发货的。现在开给你们，你们可以找他退货或者换机的。换机我估计不是，你机器换没用的，这个机器正常的。那我知道，那你这个设计缺陷，我这个机器用不了啊，那我肯定是不要了呀，这台机器，对吧？不要机器，我到时候就应该开给你，你就找他们退钱啊，可以的呀。维修师傅表示，他之前也修过这个型号的油烟机，不过陈先生反映的跑烟问题很少遇到。陈先生之前咨询了老板官方旗舰店的客服，对方表示180天内质量问题不退可换。现场他拨打了老板电器官方客服热线，就是每个人具体使用情况是不一样的，还有这个安装环境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我们这边如果说出现这个问题的话，那之前也是安排师傅上面检测过的。那这个的话，如果说师傅说这个机器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尽快的给用户沟通一下电商平台那边，看一下怎么给用户处理一下那个问题的。后来陈先生反馈，维修师傅给他开了鉴定单，写着上门检查油烟机开机正常，用户表示跑烟，建议退机。不过他再次去找厂家时，对方表示系统有问题，要再找他的订单。他也问了闲鱼上的卖家，对方说这张维修单通不过，表示公司已经反馈过这个油烟机是正常，说客户期望值太高，他准备等过完年再去问问厂家。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。